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气你把工作看得比感情都重要，我就是要报复你。你放开我。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我爸爸知道我捅了很多的娄子，特别的生气，所以让我尽快回纽约。这次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所以，明天能来送送我吗？我求求你别拒绝我好吗？